观众朋友，这一题，甲乙丙丁温度和时间的关系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画一条线下来，加热一样的时间，结果甲乙丙丁，你可以看出丁它的温度变化量比较小，那比热小者易冷易热，比热大者难冷难热。因为题目是讲甲乙丙丁一样的质量啊，一样的质量就是比热和温度变化是成反比关系，所以温度变化量小的，那比热最大。那题目是问丙嘛，对不对？那丙的话，它的比热是第二大，所以去找谁的丙，谁的比热是第二大，就可以知道它是铁。像这里，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